哎，刚才我做了个梦啊，好像是一个树上来了，一个树是一个树叶子的从中间呢、有几个馒头在那边，有几个馒头在那边啊，有几个馒头在那边啊，哎，外星正在想啊，想啊，那个既然地球人。喜欢吃馒头的话，能不能设计成，将来树上长出来就是馒头？就问我爸爸，我爸爸笑了笑，说目前还没见过这样的啊，还要经过一道加工啊，还要经过一道加工啊。原来外星人也在考虑我们地球人的，吃饭问题、生存问题啊，那么他们说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好，那我爸爸说，那你试试吧，啊，你们试试吧，啊，好像我爸爸就，在那边很愉快的在工作啊，那外星人也很愉快的要帮我们地球人啊，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。